主料，鸡蛋一个，火腿一根，辅料油盐。准备时间十分钟内，制作时间十分钟内。准备好食材，鸡蛋加入盐搅拌好，火腿去掉包装，不粘锅刷上油，大人带液煎至鸡蛋熟透，放入火腿，将火腿卷起切成块即可食用。烹饪技巧，煎蛋时火不能太大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